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我想过就这样子离开理想家，对于爱情也不太相信，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。回想你，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，真的还闻到你的香气，这种寂寞也是种想法，这种感觉也算是伤悲。伤心，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。回想你，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，枕头还闻到你的香气，这种寂寞也是种享乐，这种感觉也算是 something。 这就是你新的家，所以新的密码你来决定。那你不准偷看。嗯，好了，我设了六个数字。哪六个数字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猜。这么快，我都还没有布置好哎。你不是说很简单吗？你偷看？我没有，是你偷听。你听见我心里的声音。我以为这么俗气的数字你一定猜不到。在爱情面前呢，有时候最简单的字最能代表真心，不然我爱你这三个字怎么能历久不衰呢？
么这么难啊？哦，这会被邻居抗议吧？必须火速阻止。点名。哎，皇上好，没本事吹就不要吹，一大早搞得跟杀猪一样，想吓死谁呀？哎，我是王家现在唯一的男丁，这是继承老爸优良传统，好不好？哪像你，个个都出歪招取巧。那你也练习好再上场嘛？妈，万事起头难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哟，还落锤一个诗词啊？你。是不是很崇拜我？我接受。你是知道自己会被笑，特地找好理由吧？二姐，你现在是以下犯上啊！不敢，不要耽误时间，请执行官下令。好了，那点名就免了，统统都有。向左转，跑步走。想不到小屁还带执行，还蛮帅的。对啊，部队真的不是盖的，小屁还变身了。小妹妹，走，妈妈走。好，今天少峰带队啊。嗯，不错啊，拜拜。耶哦。姐，他们是做什么的？真是不管我们闷闷了。哦，来福，你很帅啊！来福，你干嘛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要学拔布苟言笑，干嘛没事无聊去逗狗了？模仿功力有待加强。真的。奶奶，你看他们三个啦，是笑我。不是，奶奶是真的很好笑、哦，上好不好好带队晨练，跑去跟狗耍帅，结果被狗追了吧？不苟言笑，完全破功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小孩是想说自己帅，所以就称赞狗狗帅。哇塞，奶奶你怎么知道的？所以以后啊，不要把自己跟狗比。哦，奶奶跟一样啊。哇，奶奶，你煮咸稀饭啊？昨天晚上剩下来汤啊，我就把它熬咸稀饭，怎么样？四位美女、帅哥，早餐简单一点，怎么样？不介意吧？早上吃咸稀饭超正的耶！热热的咸稀饭吃到肚子里，整个人身心都暖洋洋的。而且一家人吃饭吃什么都香。这样好，今天晚上小孩休假，所以我们大家把中午啊时间空出来，然后我们王家人一起吃饭。王家人那包括了女。奶奶，你想邀请我？哦，如果你介意的话，奶奶就不请了。女皇是奶奶的干女儿，一起吃饭当然没有问题。那你们大家洗洗手，准备吃早饭。猜拳赢的人先用浴室啊！不要剪刀石头布。大姐，二姐，你们怎么这样子？奶奶，我问你哦，默默的生日是26号，那我呢？嘿，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当然是同一天呢、啊。这么巧啊！那就好。我还以为为了跟默默当双胞胎，把我的生日配合他改了呢。哎呀，我看你真是个笨蛋呢、啊！这伪造文书是要坐牢的。难道你觉得我跟你爸爸，一个是将军，一个是上校，会做出这样有辱王家的事吗？当然不会啦，
是我被二姐传染了，脑补了。自己糊涂还要把你二姐都牵过来，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？不是啊，现在当兵对于日期都非常敏感呢、啊，就突然想到明天就26号。明天你跟默默就满23岁喽。所以今天中午你跟默默啊要吃多一点，吃饱了开心了，明天一边受训一边可以过生日。好，那我今天要吃非常非常多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训练啊都非常非常辛苦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辛苦是有代价的，至少可以跟狗狗比谁帅。那奶奶你怎么又笑我啊？奶奶，你那个稀饭糊了。真的？没有哎。哦，奶奶。早啊。早。天天听说我们要带他出去玩，好开心啊。一起床就是催着我。我等一下就直接过去载你。可是正辉，我正想要跟你说这个，奶奶说中午想要找全家人一起吃饭，所以我可能就来不及带天天出去玩了耶。没有关系啦，我觉得家里面的事情比较重要，你就先陪奶奶吧。那帮我跟天天说声抱歉哦。别担心。好，拜拜。爹爹，爹爹，我的包包已经收拾好了，很快吧？哎，天天啊，因为姐刚刚突然打给我，说今天呢家里面有点事情，最近不能跟我们一起去玩了。是哦。天天，没有关系嘛，你看爸比都回来了，只要你想去哪里玩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去。好吧。吃早餐了。不要了，爸比。怎么？昨天我跟外婆太晚回家了，所以都来不及问你。问什么？就是姐姐收到了爸比的惊喜，有没有很高兴？很高兴啊。就这样。爸比哪有这样的？人家安排得很辛苦哎。甜甜。所以爸比跟姐姐都很开心啊，而且爸比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姐姐已经把我们家的密码给改了。为什么姐姐很开心就要把密码改掉？为什么啦，爸比？姐姐为什么要把密码改成520999？因为。姐姐希望可以跟天天永远住在一起。我听不懂啊，爸比，密码跟永远在一起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姐姐希望天天可以每天都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就像现在这样。爸比，你不能偷袭我啊！天天啊。真的很谢谢你给了爸比跟姐姐这么棒的惊喜。那爸比是不是应该也要给我惊喜？今天想要什么惊喜呢？爸比不是说我们要跟姐姐一起搬去东京吗？我想要跟爸比还有姐姐一起去迪士尼游乐园玩。我们什么时候要搬家？我知不知道你在东京有多忙？有没有每天跟我姐一起通电话？知不知道最近在她身边发生了什么事？尚文怎么了？她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如果真的担心她的话，就应该自己去问她。爸比。爸比昨天见到姐姐的时候呢？还来不及问他，等下次见到姐姐，爸比再问他。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迪士尼游乐园玩哦，他们
们说有米奇、米妮，还有白雪公主，到时候我一定要跟他们照相。尚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到东京工作的事，会不会又有变数了呢？我啊，你看一下，栽这个根啊，啊！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我都告诉你们了，说我已经准备了很多，你们干嘛还带这么多来啊？Boss 说二姐喜欢吃红烧肉，大姐爱吃清蒸鱼，王尚墨喜欢吃凉拌芦笋，又看到超市刚好进了一批很新鲜的松板猪肉，知道奶奶你一定会喜欢，所以我们就边看边逛边买，一不小心就买了这么多咯。反正吃不完冰到冰箱，给大家慢慢吃嘛。谢 Boss， 我帮奶奶存起来。我来就好，我来就好。处理好一条鱼了，你们有买鱼吗？有啊，我在这边。去冰起来。好。干嘛？啊？我来帮你助手。哎呦，我看你今天就饶了我。快，那些菜，今天就交给你了。啊，没问题，就交给我。哎，其他孩子们怎么都没看见？哎呀，这三个人呐。一块出去买零嘴啊，饮料啊，啊，没有糖了。奶奶、啊、没有关系，我马上去买。哦，奶奶习惯去附近一间杂货店买原味冰糖。干嘛？嗯，用冰糖做菜味道比较好啊。嗯，你不知道在哪里，你留下来帮忙，我去买就好。哦，好、啊。嗯。妈。没事。请问叶芝琳小姐在吗？是。这是叶小姐订的蛋糕，请签收。准备很多吃的，你们还买这么多的零食跟饮料。哎，那蛋糕谁买的啊？啊？哎，是我啦。刚好明天是上好默默的生日，我想今天上好也在，干脆提前帮他们庆祝。那干嘛不把蛋糕拿进来，放在门口啊？啊？蛋糕已经送来了。哦，放在玄关那里。哎，奇怪了，没有人签收，这蛋糕怎么会在玄关呢？嗯，那到底是谁签收的？会不会是王尚墨啊？他刚刚不是去买糖了吗？对啊。是墨墨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我中午不能跟你们一起吃饭了。他说，他中午不能跟我们一块吃饭了。嗯。
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奶奶，默默有没有说他去哪里啊？我打电话给王小默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。他关机了。难道因为是我吗？找到吗？没有，我去王少默喜欢吃的几家闲事下午茶店都没看到人。大姐你那边也没有？没有，没看到人。你们呢？几个跟默比较要好的同学我都问过了，他们说默没有去找他们。我把附近的学校跟公园都找了一遍，就是没有看到默。对啊，默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也都找了，到底去哪里了啦？哎呦，王尚好，你不是跟你妹最好了吗？她都记得你喜欢吃吉亚冰呢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她去哪里？吉亚冰，我知道莫在哪里了。哎，都怪我，怎么没想到生日蛋糕会勾起默默很多矛盾的情绪？这个事情怎么能够怪你呢？你也是为了孩子过生日，也是你一番心意啊。可是我这个轻率的举动却逼得默默不得不逃走。你呀，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往自己身上来。如果说真的有事，应该是我，是我提议要大家一块吃饭的。干妈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你希望默默早日打心底接受我这个妈。哎呀，都怪我，搞得这个家不得安宁。一家人总是有那种磕磕碰碰的事情，我们只要面对这个事情，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啦。啊，谢谢你干妈。我问他们已经都出去找了，我想默默一会儿会回来的。如果真的找不到，我一通电话会有更多的人去协寻，就不要烦了。怎么样？找到默默没有？他怎么又跟你们一起回来？没找到人。默默没有去他平常会去的地方。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也去找好了。哎 ，boss， 王少豪他说他可能知道王少默在哪里。在哪里？那你怎么又跟着去找？反而自己先回来了。尚豪不告诉我们地方，也不让我们跟。但是尚豪说，他有什么状况就会通知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在家里等他的消息就好了。可是，好，志玲，你冷静一点，再耐心的等一等嘛。小豪一定会把默默带回来的。好了，你们三个人找人也找累了。去洗洗脸，先休息一下。
说默默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心意，不参加王家人的聚餐呢？真的是因为那个生日蛋糕吗？也许吧。默默一向心思细腻，现在这状况，就算说什么都不变，可是生日蛋糕总是会提醒他一些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也不知道他到底跑去哪里了，尚豪一定要把他带回来才行。听起来那个是尚豪跟默默的秘密基地，我想尚豪会找到他。我觉得好沮丧。怎么啦？默默从小就跟我们住在这个房间里，而且我们三姐妹在这个房间里面聊了各种心事，结果好像我们两个都没有比弟弟了解默默。你因为他们有秘密在吃醋啊？哎，不是啊，就是有一种失落感，你不觉得吗？好像这么有一点，可是我觉得也蛮正常的啊。为什么？看，我们两个人跟默默的年龄差距比较多，平常除了家庭的生活琐事以外，其实没什么共同的话题，而且几乎都是我们在教默默怎么样又要怎样的。可尚豪不一样，哎，他跟他一起长大，一起上高中，甚至同班同学，他们当然感情比较好。也是啦，他们两个从小好像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几乎都黏在一起。这种感情也难怪默默最难过的时候只有尚豪可以懂他，陪伴他，安慰他。所以啊，你就别沮丧了吧。现在更为难的应该是女皇。原本我们认识的女皇是个活泼开朗充满笑容的人。后来知道默默是她亲生女儿之后，好像整个人就患得患失，压力很大的样子。也许他也不知道默默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，一颗心就像悬在那里，他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出现在默默眼前，还能不能看着他，保护他。聪明如女皇，结果一遇到关于自己子女的事，就跟一般的父母一样束手无策。知道你在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，而且只要想要躲人，就知道来这里，因为这里是双胞胎的秘密基地。看吧，我就说我们两个是最有默契的。我是不是让你们担心了？
没关系。可知道你的心情最近很容易受影响。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不会怪你的。我知道我不会失去家人，不会失去你这双胞胎哥哥，也不会失去他。那都不会失去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过生日。为什么？我刚刚看见蛋糕的时候，想到我们的妈妈在我们生日的时候都会亲手做蛋糕给我们，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会狂客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奶油蜂蜜蛋糕。对，还有猪脚面线。嗯，妈妈卤的猪脚最好吃啊。而且啊，面线还是妈妈亲手做的手工面线。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接受女皇的蛋糕。所以是因为女皇订蛋糕？我知道她是想要让我不开心，但我现在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身份还有心情跟她一起过生日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选择当王家的小孩，你就会跟女皇有距离；如果你跟女皇是一家人，你就跟我们变得很陌生，自己因为这样子很矛盾，对吗？哇，可是现在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哦。嗯。你是不是被江安杰传染脑补症啊？嗯？你怎么不想想，现在有两家人都很爱你啊？不管是哪一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你啊。这种事情你怎么不早一点跟……不对，这种事情我怎么没有早一点想到呢？还亏我老是说跟你有心电感应。对不起哦，我应该早一点替你想到这些事。不是，这是我自己的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还记不记得小学的时候？哎呀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。可是只要你每一次考月考考第一名的时候，他就说他闹人打你，记得吗？小美。对。但是他后来没有打我啊。没有才怪，那是因为你哥哥我都把他挡下来了。哦，所以小学四年级下学期的时候，你才会一直说要陪我吃午餐啊。嗯，就那时候啊。哥，你真好。那当然，你可是我唯一的妹妹，我会拼死保护你。是也不用拼死啊。就是用尽一切力气去保护你的平安，让你快乐就对了。哥，你是我的平安符。只要你想，我们全家人都是你的平安符，只是你哥哥我比较冲动而已啦。你干嘛？哥，转过去。干嘛？你怕我讲得太感动，眼泪流下来被我看到？才不是。你会一直当我的靠山，对不对？那当然。你要是不考，我反而会生气。而且，你要知道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哥一直都会是你的靠山，知道吗？
谢谢。哥带你回家好不好？再坐一下好不好？一下这样就不见了，这万一奶奶受不了昏倒了怎么办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家奶奶最强了。哎，这种话不能乱讲。奶，对不起。默默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我们全家人的心肝宝贝？你一不见，你像我们全家都心都七上八下的。对不起。这一次啊，不能对不起就算了，奶奶要罚你。奶奶，我替默默受罚。你连我怎么罚都不知道，你抢个什么劲儿啊？不管怎么罚，我都扛。奶奶，你要怎么罚？我要罚默默帮我找100个隐藏版的美食，不止帮我找，还要跟我一块吃。嚯！这也叫处罚、啊？奶，那要怎么样才能被你罚？哦，那很简单呐、啊，等会儿你洗碗呢、啊。妈呀！哎，奶奶，这很不公平哎！你都欺负我在部队，好事都没我份。那我买去部队给你吃。还是莫最好了。哎，等等，那这样你亏了耶！你要买4份呢。为什么？哇，你都这样对你兄弟的、啊，你们宪兵 F4不是形影不离吗？都不用算他们一份的、哦。这你就不懂了，我妹妹的好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享受。小气。Boss。我是王尚默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永远都是。对，你是王尚默，永远都是。谢谢你生下我，赐给我生命，但是我的人生，还有我想要过的生活方式，我希望由我自己选择。原来是在等待有个人牵绊，请你继续守护我，但是不要觉得对不起我，因为身为王家的老幺，我真的很幸福。在笑我，我跟嘉安杰要解决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而且是彻底的解决。哥，
放心，我没事的，不用担心我。那我先走了 ，boss bye。啊，你是要看多久？又不是见最后一次面，快点。正好跟江安姐有什么事情要解决的，从来没看到那么慎重。应该只是哥哥我们燃烧了，想要交代江安姐一些什么事。你确定他不会越处理越糟糕吗？这样讲我有点担心。还好吧，是王少好又不是王少欢。嗯，也是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就那意思啊。刁我是不是？大翠而已，刁我是谁大翠？小翠是坏。我来。两个一起。刁我别。刁我。你有事吗？你有事吗？你才有事。才有事。对。我超有事，来吧，来什么？你要揍我就揍吧，不管是要打要骂要踢，我都不会还手的。来，我有说要揍你吗？啊，不然嘞？我是要来告诉你，我还不是很满意你这家伙。我知道啊。我知道你不是很满意我，也不喜欢我这个。不过，在我们家目前没有其他男人的情况下，我还是要拜托你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保护我妹的责任就暂时交给你了。保护王双墨的责任，江安姐。你怎么广播员做不够，还要当鹦鹉啊？干嘛一直重复我说的话？我没有了，我只是有点惊讶，你竟然会愿意让我保护王双墨。我是听默默跟我说，你人其实真的还不错，但这只是暂时哦，暂时而已。你别高兴得太早。要是我回家。默默告诉我，他因为你有一丝丝的难过或受一点点的伤，我一定马上把这句话收回来，了吗？了了，我一定会用尽全力好好的保护王少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机会把这句话收回去的。那就拜托你了。二姐。大家都跑去哪里了？大家都去约会啦。约会？艾波，您好像不太欣赏职业军人，对吧？讲到这“职业军人”四个字，鬼八会。会不会是年轻的时候，您的情敌是职业军人？很满足。